还是被排挤的那一个啦，吼。我相信对他来讲，又是第二次很痛的伤。因为我们其他黑社会妹妹，就是在看到新闻以后，有私下就是有在聊过这件事吗？还是没有？我真的边缘人，所以也没有在学习关心。我觉得有时候给对方安静才是他最需要的，而且他现在应该最需要的是家人跟他身边所爱的人陪伴，然后我又是没跟他联络的人，然后在这个事件上我还这样去联络，我觉得太刻意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喽，谢谢大家，非常感谢大家。我私下真的很少哎，我几乎从黑社会解散之后就没有，所以也没有跟人。其实都没有，因为节目结束以后，其实团体也结束，没有，都没在联络。就算那时候在团体，我也是会有联络的。我真的是边缘人，而且我又怕边缘人，薛宇不是他们想要，他还是被排挤的那一个啦，吼。你看，一夜的送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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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